场首映嘛，那刚才光汉有说屁股的部分是不是很大家满意这样？没有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他说紧张，就是讲一些干话这样。但马哥也有说，就是他们的部分是不是有在做特效，就是屁股的部分，是真的觉得认真觉得他们的保养得很好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哎呀，再讲下去，光汉都要害羞躲起来啦！动作喜剧关于我和贵变成家人的那件事，17日举办媒体试片，导演陈伟豪率领许光汉、林柏宏、马念先一同出席。其中柏宏饰演大方出柜做自己的同志猫猫，夸张奔放的肢体动作，自己也表示现在看还是会很害羞。在柏宏的 skate 演得很好哎、欸、，skate 不敢相信，尺度的感觉。大家都很好了，在大荧幕看也觉得蛮害羞，但是我很喜欢这个角色。现在还是会害羞？有一点呢，对啊，毕竟就是做了很多我平常没有在做的事情。最害羞是哪一个部分？第一个最害羞就是要跳爱无赦嘛，然后还有很多，比如说对那个小毛，就是我的宠物狗，就是又有一些娃娃音讲话啊什么的，对哇。这些光汉会害羞吗？玩光汉，说你在电影里面的大玩光汉，玩翻光汉。我有玩光汉吗？有点危险、啊。闹他，闹他，被坐在他肩上啊！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其实玩光汉就是也蛮开心的，平常也是不会做这些事情，是第一次尝试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是一个人生的很特别的经验。光汉，你在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动作戏的部分。嗯，要先哪一部分？认真的动作戏、哦，好认真的动作戏。那你是想说哪一部分？说我跳舞的部分。对，那跳舞的部分至少也不用裸体跳，不用吹风。对。那你已经提到裸体跳舞的部分，你们两位有先尬下你们的舞技谁比较好？我就是觉得很佩服光汉那个舞娘的这个表演，对我觉得那就是对很厉害，就是可以成为就是演员的。模范，你再继续讲干话，继续讲干话。哦，我觉得很难突破光汉的那个程度了耶。我觉得他就是，舞娘的这个舞蹈界就是真的是很一个新高度。那如果九令邀请你一起跟他跳舞，我可以吗？如果有这个荣幸的话，我努力。可是他指定说你要裸上半身。在他的演唱会上，如果期待他的下一场演唱会，好了，我一定会去看。因为其实那段其实是算柏宏附身光汉嘛，对。所以柏宏，你有需要先跳一下，你可能会跳出来的样子，然后给光汉看，然后。因为柏宏的有一场他有跳舞那一场，其实有先录一些动作什么，然后我是有稍微看一下他的肢体跟他跳舞的片段。你有看？我有看。我要揣摩你的一些，对。是，所以上课的也有，哦、天哪，也有一些跳舞的片段。所以我觉得上课的影片不是答应我要销毁吗？所以看完就销毁了。他说你不得了 ，Oh my god！ 看到一些就是很厉害的地方。哦，真的哦。就是他真的是会跳的。那我们有机会看得到。对啊，会露。应该有点销毁了吧？应该有销毁了吧、啊？最近是很喜欢跳舞。对、啊，对，大家爱上了舞蹈们。对。跳房公又要来对啊，2月10号上映之后。嗯。努力。会努力。对，大不了我跟马哥嘛。没有，我觉得先看上映之后的状况是怎么样，对，我们再随机应变。对对对。看来粉丝们得加把劲，如果想看光汉与柏宏放松更多福利，2月10号一定要进戏院支持这部爆笑喜剧啦。